隔壁吗？啊，那我们就要去隔壁买，这怎么好意思？你居然不赚我的钱！可以可以可以。换楼啊，换楼啊！小心小心，不要碰上。星星王粉丝大家好，没错，需要出任务又来了。母胎单身多年的渡边，终于有男人要来喂饱我了。今天的主角是谁？没错，就是周雨天。虚新闻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周雨天。Yes， 那你知道今天我们要来出什么任务吗？今天是要为你做三菜一甜点。对，对不对？重点是一个好男人需要必备什么？没错，就是好男人的围裙。这是我们虚团好男人翔哥他的御用围裙。啊，要洗我再洗地啊！从来没有洗过，可以，所以你可以闻闻看，觉得好男人的。有一个好男人的味道，需要我帮你闻一下吗？好啊。哈哈，练的还不错。够这样紧吗？紧吗？你有没有在围啊？有啦有啦。感觉你是在摸。我为了这个单元，我特别有上网去学一些就是菜，就等一下可能会要做的。你会给我一个就浪漫的 surprise 吗？没有到浪漫，因为是台菜，不能缺少就是有什么爱心，你知道，无止境的乐。东西。听说买菜金只有100元，100元，然后要有鱼要有肉哦，因为你知道我是肉食性，所以你知道待会你的任务非常艰巨，你看就是这样子。只有100块。请问一下，市中市场是一个非常高价位的，我们待会是要进去乞讨吗？徐编才不会那么没人性呢，只要完成一下三个任务，每个任务可执行2次，每次完成就用30元买菜金，是不是很大方啊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们要够喽。Let's go。你第一个目标是要先买哪什么？我想先买牛肉。牛肉是不是？对耶。牛肉补血耶，好棒哦。请问有卖牛肉吗？有啊，哪一种？就是肉片那种。肉片，对，不要太厚的哦。那这包多少钱啊？这包200块。哇，直接 double 我们的 budget 哎。对，超过哎。那怎么办？那有没有比较便宜的？最便宜的牛肉片是什么？有那个控制成本。对对对对。我帮你切100块。好啊，可以吗？你要肉片吗？肉片。直接没有钱。所以等一下要过任务。好，先付100块。100块。刚好就没有钱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任务。首先要进行的任务是比手画脚。题目是这个，三个字。鸡。和鸟。第二个字。要收进啊。你啊，对。我。我。对。三个字。对。我鸡。我飞，带我飞。Yes, yes。为什么你猜得出来？啊，直觉吧。你真的超强的。那再一题，再一题。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。我，你。第二个字。我说，你说。三四个字。我说卫生。我说蓝色。你说蓝色。这怎么比啊？你说蓝色。第五个字，你说蓝色是，对，你说蓝色是，还有我们，你说，第六个字，第六个字，你说蓝色是我，你是你，第七个字，说蓝色是你，我的罪吗？还是什么？爱，你说蓝色是我的罪，爱的颜色 ，Yes。你知道这首吧？你知道这首吧？不知道。哎，不是，不用猜了。是你最爱的颜色。Sorry, Eric。这一片是多少钱？要这一大片还是小片？小片的。那就200-300就好。200-300。怎么办？把我钱包给我。老板，你会唱你最珍贵吗？任务是要对唱一首歌。唱错了。隔壁啦，好不好？隔壁吗？啊，那我们就要去隔壁买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可以啊，没这没关系。你居然。赚我的钱，因为我们现在身上已经没有钱了，所以我们要解任务。然后我们选到了这位姐姐，姐姐贵姓？王姐姐。那我们要给姐姐一点福利，来你的手。好，一。她可以当我儿子，没关系啊，你老公在旁边，我去放肆，没有关系。今天嫁给我好吗？耶！本来任务过了的30元，总共70元加菜金 ，but 工作人员数学比郭小生还要差。姐姐90块，我们可以买鱼吗？耶、yeah! ！好，我们要买甜点了。
我们现在可是我们身无分文。现在是还有什么任务？我们还有两题的比手画脚。赚钱的时间到。好，赚钱时间到。杀。对，第四个字。女人，女，杀你。第五个字。杀你佛。这样子才看得出来，祈祷、拜拜、神啊，渣女神。哎，啊，前面两个是什么？这个是，狼，狼什么渣女神？狼什么？狼好。你要这样子，啊呜，然后，狼人。对。狼人渣女神。Yes。还是不够买太甜呢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撩妹的任务。欸，你的脸上有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吧？有点漂亮。谢谢。有感觉被撩到吗？让 Alex 唱情歌，好，唱情歌给我们听。把我每分每秒和你用青春体会，把小小的爱慢慢灌溉到大，别气馁。你把我当全世界，你给我一切。替我点亮所有黑夜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最后60块，我买了两包泡面，然后这个是我最拿手的一道炒泡面，打算用这一道来征服你的心。你说下面给我吃吗？对，我等一下要下面给你吃。哦 ，OK。哈哈哈哈哈。耶！欢迎阿天师。那我就开始。没问题。但你穿这样会不会太热啊？我有小超，不会。我里面没有穿衣服，所以我才问你。先蒸这个鱼5分钟，就这样。啊，你的鱼就裸蒸了，你不用放任何东西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加盐，我忘记了。因为等于蒸鱼了，所以我想说是先炒那个葱爆牛肉。好香哦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还是烟雾太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换楼啊，换楼啊！小心小心，不要烫伤。舍不得啊，什么东西哔哔叫？哦，我的鱼。好，再让它蒸一下。好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天导，我到底真的要吃这一盘东西啊？大家看一下这卖大一点。救不了他了。好，我最拿手的要来了，我的炒泡面。鱼好呢？有啊，我妈。电视瞬间想到谁？看一下。嗯，可以了。OK。大家炒的时候先用火把里面那个水用干，不然我怕又会爆。什么？不用炒啊！不用炒啊！不用炒。不用炒。你不是要炒泡面？就是我把它叫炒泡面，可是不用炒。嘿，都诈骗！那我为什么要洗锅子啊？这样对不对？哇哇，完了！好，没有刀工。好 ，OK， 完成。好吃吗？什么脸？不要，我觉得放太多酱油。哦，哎，这真的好吃。好吃啊，真的吗？他一脸把我当实验品的脸呢。嗯。葱爆牛肉我是觉得就是很下饭，但是因为没有饭。然后炒泡面的话，它就是没有炒。这个 good， 这个呢，因为它其实是现成的，所以它本来就好吃了。但真正是输大的，所以编导惩罚什么？赶快上。OK， 我现在要表情 hold 住哦。宣传我的新歌，等一下上一点。OK， 宣传我的新歌《放大镜》。这个 MV 我特别为了这个 MV 去学了一段舞，然后还有上舞蹈课，因为里面有一些就是打斗的场景。好丑哦。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《放大镜》这一首歌。放大镜哦，我的体重也被放大了。今天出这个需要出任务，我都流汗了。可以，好玩。需要出任务，好男人challenge成功。
耶、yeah. 他在那边扭